大家一定会问，如果说合理不合理，没有固定的标准，而且弹性相当大，要跟着时空的改变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花太多的时间在讲理、在沟通上面，那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，那怎么做？好像一件事情说到大家都满意的，然后才去做，那就不要做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单元，我们这个项目才会提出来，首先要有共同的认识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做共识。一家公司没有共识，那跟一个社会一样，那就不叫公司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每家公司为什么不一样？就是因为每家公司它的合理标准不太一样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企业文化。为什么公司要有企业文化？就是因为在我们公司这样才合理。你不要跟我讲其他公司怎么样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不合适的话，对，你可以不必留在这里，不勉强。公司是少数人的组合，不是多数人的组合。你说我公司有十万人，也不过十万人，你看你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全中国多少人，你才不过十万人嘛。所以什么叫企业文化？就是我们既然大家在一起，我们就是用中国最古老的话说，有缘才会在一起，有缘才会相聚。那么既然有缘呢，我们就要彼此包容，彼此尊重，不要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是，都坚持自己的看法。我们坐下来，我们好好商量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中国人很难讨论，我们几乎没办法讨论，我们很好商量。你看奇怪奇怪，你一商量他就很商量，很好商量，你一讨论他就跟你翻脸。西方人的共识是用讨论建立的，他们叫做真理越辩越明。西方社会的确是真理越辩，中国社会刚好相反。如果大家都不说，大家还可以有一点默契，一说开来那就完了，越说越乱，越讨论大家越没有面子，最后他就忙不讲理。你看中文讨论到最后是忙不讲理，不就这样决定？你看再说那些算什么讨论呢？对不对？我希望各位把事情搞得很清楚，你就会走上一条轻松愉快的路子。中国人跟美国人不一样在哪里？美国人开会各说各话，变得脸红耳赤，散会以后他完全忘光光。中国人一开会，不要说脸红耳赤，就说有点不同意见，散会以后才开始。你今天给我难堪了，没完没了。我希望各位在中国社会，你不要去得罪人家，你一得罪你道歉也没有用，我们是个不接受道歉的民族啊，对不对？你去道歉怎么样？对不起，他问你什么事情对不起啊？你说就昨天那件事情，我冒犯了你，我回去检讨，是我不对，不是你不对。他说，哎呀，你这种人实在是不够大方，像我老早忘得干干净净的，你没记住。然后拐弯抹角照样整理。他一定整理的。中国是全世界报仇期最强最长哦，报仇心最强，你跑不掉。我们是不要得罪的人，而不是做错了才道歉，千万记住。所以我们有一个项目会讲到慎始，慎始就是一开始就做对。其实管理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开始就做对，而不是做错了再来后悔，做错了再来想办法，做错了
才能道歉，那都是浪费成本。不要存心讨好任何人，不要无意得罪的，你看连无意得罪都不行啊，有心讨好也不对，无意得罪也不对。我们现在要记住一句话，管理一定要跟当地的风土人情结合在一起，你才有很好的效果。老蒋，你到广东去，广东有广东的一套，你到上海，上海有上海的一套，你到山东，山东作风就不一样，它每一个地方都有些不同，你必须要尊重它维持这么久的风土人情。所以人情世故在管理上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这家公司大家利用空闲的时间，甚至要抽出来一部分时间来谈一谈我们怎么样形成我们的企业文化。各位，什么叫企业文化？凡是看得见的、摸得着的，通通不是企业文化。制度不是企业文化，制度就是制度，我们叫企业文化的。组织不是企业文化，产品更不是企业文化，价格政策也不是企业文化。从现在开始记住，只要你看得见，只要你摸得到，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企业文化。我听很多人在讲企业文化，我知道他们都没有搞清楚啊。企业文化是隐隐约约好像存在，感觉得出来，但是看不见摸不着。我举个例子，我有一次在一位老总的办公室，老总在看一个文件，才看一个文件呢，看到把它丢在地上，可见他很气啊。有什么文件值得他气成这个样子？我就捡起来看，很小的事情，有一个经理，他签出来，我这个部门有一位客员，他某月某日做了什么好事情，请给他奖励，这非常平常的事情。然后就汇到人事室，人事室就签了，按照本公司奖励条子第几条第几款，应该给他2000块钱的奖金。然后就到总经理这来，我请问各位，为什么总经理看到这样的文件会气得把它丢在地上？为什么？所以我就问他，这个小事情而且很平常，你干嘛生气这样呢？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他们两个最了不起，一个告诉我要给他奖励，一个命令我给他2000块，我搞什么东西，我不要搞了，要给他们去给，你就冒犯了老总的尊严。老总什么都没有啊，老总两手空空啊，老总只想抓一个东西叫做最后裁决权的。如果你今天把这个最后裁决权都给我拿走了，那我干嘛呢？我完全被架空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慢慢会建议各位，帮到老总，你要记住，你就有两个手，一个手抓人事权，一个手抓财务权，其他你们好好做啊，那就好了吗？那我去做，我做累死了。你抓错就糟糕了，你去抓生产权你就糟糕了，然后人事权跑到人家那去，你这手赶快把人事权，那财务权你落空，你就完了。当老总记住，我要人财两得。我人赚两只就好了，我其他要看看喽。因为你只有两只手，你赚不了多少东西。最后的裁决权，你一定要抓住。那我不想各位这件事情你怎么解决？怎么解决？那就是企业文化。怎么解决就是企业文化。如果
你觉得一个告诉你要给他奖励，一个告诉你给他2000块，你就批奴隶，你就惨了。为什么？大权就旁落，他们商量好就可以决定，你只是签字而已，你变成标准的白手套，最后你们越来越没有权，是你自己搞出来的。所以他丢在地上是对的，他丢在地上就是在利用我。反正我不在那，他丢在地上丢给谁看呢？我也很懂，你在我面前丢就是要利用我嘛。那我既然当顾问，我就有责任被你利用，所以我就把那个人事单位叫来，我说你不可以这样签，你这样签就是目不掌上。他说我懂我懂，曾教授你一提我就懂，我以后就签个名什么也不写。我说你敢吗？你敢吗？你试试看，对不对？人事单位签个名，空白，总经理又丢在地上，这次丢跟上次丢不一样，每次都要丢。我跟你讲，一丢你才有权，不丢你就被架空了。一丢，他说丢什么？我说他就把你叫来。像这种情形要给他多少钱只有你知道，我知道吗？那你空板什么都不写，你要把我累死了。该给他多少钱查清楚告诉我，你看完了是不是？这个非常奥妙。那个人事部门讲，那我这样没办法做，我签也骂我，不签也骂我，那你存心要骂我的吗？我说不是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走第三条路。你会发现中国经常走第三条路，这个第三条路最臭的。我还是拿一张纸，我还是写了，按照本公司奖惩规定第几条第几款，这种心情应该给他2000块，照写。只不过呢，我会佛贴在上面，那个就是小抄，那个就是小抄，考试的时候小抄。然后总经理一看，把小抄撕下来放地上，放口袋里面，然后拿起笔来给他2000块，还像个老总，我是个老总。这就叫做企业文化，隐隐约约说不清楚，但是你会感觉到这样才办得通的。我希望各位知道啊，跟人有关跟钱有关的都不可以说签好意见要给老板批，不可以。你看人事物，你会发现一个经理就签出来了，某某某在本公司工作10年，成绩优良，最近又有什么表现？请哦，提拔为科长。人事也同意，有缺，总经理完了。你批不同意，你得罪所有人；你批同意，人情他们做光了，你没有人情。这个时候你一定很痛恨你的干部，对不对？我来讲个有趣的事情，我所讲的事情都是实际发生的，不是我空想的。搞管理的人不能说幻想空想，不可能。管理是实务，管理绝对是实务。有一个经理亲口跟我讲，他说有一次他去请示总经理，讲完以后总经理就问他，你这个事情跟其他部门经理谈过没有？他说没有。他说你这就不对了，你没有跟其他部门经理谈过，我怎么做决定？我没法做决定，你先问问大家意见，我再来做决定，是不是很有道理？当然有道理了。好，下一次他有件事情，他又去请示总经理，总经理问他，你这件事情跟其他部门经理谈过没有？他说我们都谈过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总经理马上站起来，既然你们都决定了要我干什么，你们决定就好了，还来问我。你看两个都对，你就惨，你不知道他怎么说，很容易。如果没有企业文化就是乱糟糟，如果有企业文化，大家就知道有些事情要先请示才可以横的沟通，有些事情要先横的沟通才可以请示。
事情的性质不一样，做不同的处理，这样就对了。这个制度上不会去写，不会，就要靠自己的领悟，靠公司的互动，然后形成一种，我用两个字比较中国式的，叫做风气，这就是我们的风气。我们的风气是要老板点头，我们才可以沟通。我们的风气，这种事情只要老板不点头，没有人敢讲，才对呀、啊，对。你看，你跑去跟老总讲说，老总啊，现在天气最好，适合一旅游，工作很辛苦，我们放三天假，然后到杭州去玩一玩，保证你士气大振。那老板心里想，你们都决定了，那你们都去好了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，那不是很悲哀的事情？旅游要不要发奖金？要不要做什么活动？除非老板点头，没有人可以谈，这样才对。否则大家不用心工作，整天就想来去玩了，整天都想这个了，那就完了，全都完了。很多事情是要大家沟通好，把不同的意见或者共同的意见让老板做参考。像要不要旅游，要不要放假，要不要加薪，要不要给奖金，老板有这个意思，他点头，你们才可以商量，否则谁都不许讲，这才叫企业文化。但什么叫企业文化？整天去将老板的筋，那这种公司你还有什么前途？共识就是对错不知道，但是最起码在我们公司这样才对，这样就叫共识。别家公司也许有别家公司的做法，那我们不管它。再说一遍，这句话是日本人讲的，企业有少数人在维持，企业不是每一个人合作的结果，不是。企业其实是老板跟他几个，用这句话是难听，叫做心腹知己。心腹知己难听了、啊，我们就用核心团队。核心团队就是心腹知己嘛，有什么好丢人的？老板一个人太辛苦，老板一个人要管那么多，管不过来。我今天说难听一点，全世界的管理最后都是心腹知己的管理。我说你现在出来，你图章交给谁？你图章交给谁？你敢随便交试试看？当然交一个可靠的人，可靠你信得过人，你才会把图章交给他，不然你惨。来来，各位的坐在这里，我就很佩服你，我就真的很佩服你。但是我希望你做过一次以后，你就觉得没事，然后越做越久，你就越成功。台湾有很多老板、啊、心里想，我可以离开公司吗？公司不可一日无果啊，我来做公司，公司就完蛋，就乱七八糟了。我就跟他讲，我们出去一小时就好了，结果他就跟我出去一小时，然后他就讲也没事、啊、第二次跟我出去三小时也没事啊，去三天还是没事，怎么会有事？老总要养成常常不在公司的习惯。我将来会讲得很清楚，因为老总是活在未来，不是活在现在。老总如果活在现在，那是太辛苦。现在谁来管？干部来管。你看干部就不能出来了。我们这里很奇怪，我们这里有时候干部可以出去，那老板又留在家里面。那个叫做脑体倒挂，那个就叫做脑体倒挂。啊，那是很糟糕的事情。中国人，中国社会，它跟其他的地方是不一样。第一个，我们人最多，你看，就凭人多，这点就天下无敌了，对不对？你到全世界哪里找到像我们这么多的人？啊，外国人一到我们这都吓死了。外国人每次跟我讲说，我眼睛所看到的地方，没有地方没有人。尤其你看，我们过清明节，那个一出门，那人山人海。叹为极观，他们都叹为极观。老蒋，你在美国邻居是要开车开半小时才叫邻居，
所以美国人没有办法，老讲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都是不得已的，不是他故意的。美国人邻居太远，实在太远，所以只好怎么样，把自己的家围起来，然后买一支卡宾枪或者来福枪，只要有人远远来没有打电话，你谁给我停下来，帮我开枪。他是这样，他没办法了，还有什么办法？所以在美国绝对不可以闯门子，否则就死在人家的门口。因为他每个地方都是私人的土地嘛，你怎么可以说连路都是他私人开的？我在美国有一次到一个家里，一个人家去做客，开汽车开到说到了，我叫爸爸到你这里，然后再开半个小时才到他家。那有多大你去想象，从大门口到他住的房子整整开半个小时。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真的要去了解，他们也不是故意这样，他地大人稀，所以看到人就要拥抱啊，因为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人啊，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拥抱，那我们整天完蛋完蛋。我们要深一层，我这四个字很重要，要深一层。因为我们现在看人都看很表面，都看非常表面。当你对中国人深一层去了解，你自然知道怎么样顺应他的性格，然后跟他互动，这样的管理是非常轻松而且有效的。我们要建立几个共识，第一个，先把自己管好，因为中国人是不喜欢人家管的人。既然不喜欢人家管，你就一定要把自己管好。所以我们这里叫做自觉。我说这个自觉两个字是非常好的啊！你看，不要按喇叭，如果说一按喇叭我就罚，那你就疲于奔命了，他真的疲于奔命。所以很多人不了解新加坡，你知道你在新加坡你进厕所只要你不用拉水去冲的话，试试看，你一出来马上开罚单。你说我在里面，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冲？他说我耳朵听不到，哇，声音开罚单。你愿意吗？他的秘密警察非常之多，不管你在哪里抽烟，一掉下去马上开罚单，没有一个跑得掉。我想中国人不喜欢的，你被为难就好。但是很有趣的，因为那边也都是中国人，很有趣。中国人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会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全新加坡最脏、最乱、垃圾纸最多、废纸最多是哪里？警察总局的前面。因为中国人心里是这样：我丢你罚，我这样你罚。我就偷偷走过去丢在你门口，他里面看到没看到，他因为最大的欲款。这是一种讽刺，管得太严风气不会好。我想这是历代我们都已经有的惨痛的经验。你看哪家公司管得越严呢、那个员工疲劳越多，我们都看太多，搞来搞去只有老板认为很成功，大家都知道完全没有用。你看中国也有法家，但是中国法家始终没有变成我们的主流思想，始终没有，各位就知道严刑峻法不是好的管理，那是不得已的事情。好的管理是什么？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管好。那大家一定觉得很难，一定觉得很难。其实我今天把最容易的方法说出来，你要一个中国人把自己管好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给他面子。你慢慢去想啊，中国有面子的时候他非常讲理，中国不讲理是没有面子的时候才不讲理。你让我没有面子，我还跟你讲理，我就忙不讲理。中国不讲理，说是忙不讲理。我跟你讲，我来
举个案例，这个案例各位如果搞清楚了，你就知道怎么样让一个中国人讲你。你有没有发现啊，我们有个制度叫做什么，叫做对号入座，对不对？我给你票，票上有什么号你就怎么做，全世界都有这个制度，但是执行起来完全不一样。你在美国，你一看你票上的号是在最后一位，你就跑到最后一个，前面有空了你也不会动脑筋，你就去。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，中国人一看我最后一号，那前面空的干嘛呢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是个乱坐的人的，所以我只是暂时坐一下，有人来我一定让他。我们都是这种谦谦君子的心理。我只是搞不懂为什么前面有空位置不让我坐，我只搞不懂这一点而已啊。那既然有空位，我只是暂时坐一下，有人来我一定让给他。但是只要有人来，你完全变了。他说老兄，这个位置是我的，你就没有面子了，你完全没有面子了，你马上改变你的态度。这个位置是你的，为什么是你的？是你的，你拿回家去啊，你把这节给大家都要做啊。你看他讲完全不讲你了，他讲到你坐旁边，旁边一样，为什么一定要坐这个位置？老蒋，美国人说你们中国人不对号入座，我说中全世界人都对号入座，你不要冤枉的。老美经常给我在这方面很多的不同见法，他说你们中国人你看不对号入座，我说你错了，全天下的人都是对号入座，只不过你们美国人比较笨，你们会对票上的号去做，我们对自己喜欢做的号，不可以吗？他心想这个花号小姐跟我乱来吧。我倒是问你，是谁的错？是被赶的人错，还是赶的人的错？这很重要。我们2000年来一直认为被赶的人不讲理，所以天下一直很乱。我研究的结果是赶的人不讲理，不是被赶的人不讲理。因为你不会赶，我来赶给你看。我常常赶人家，美国人一切看 evidence， 一切看证据。所以美国人要赶人家，他一定要把票秀出来，所以那种行为对中国人是行不通的，各位要小心。我是花很多时间 去研究这个管理行为、我有本书就专门写中国人管理行为，各位要小心。美国人他是看证据为凭，所以美国人赶人家都是秀你的 ticket， 把你的票拿出来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位置，看到的人都跟你抱歉，我做错了，他就走，这是他们。中国人心里好笑，你不给我看票我还让给你，你看票我完全没有面子，没有面子，既然没有面子还叫什么你不到我70公斤你来吧，你就完了。我赶人家，我第一个把票收起来，他一看到票他就没有面子，看到他没有面子我倒霉，千万记住，他没有面子我一定倒霉，千万记住这点。我把票弄起来，我过去怎么讲，我说你请坐，你请坐，我随便坐。他说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说没关系没关系，他走了我就坐下去，轻松一块。你让他没有面子，你拿他一点办法；你让他有面子，我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了，庄哥，我让你可以，你赶我面谈，你要造成他让你，因为我们是让来让去的国家，我们不是争来争去的国家。你要跟我争，你争不过我，你要跟我让，我让给你，我让给你，我非常有面子，我被你赶了我完蛋。你看去看电影看到被人家赶位置，我干脆不要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好去研究一下这个争跟让的不同。西方人讲争，中国人讲让，我们比较深的道理，让来当去大家都很愉快，争来争去两个人都头破血流。
所以我们今天说，哎呀，没有办法，这是个竞争的时代，一切要竞争。那是中了一个人的计，这个人叫做达尔文。你看完这样的话，我们第一个要培养礼让，谁争谁没有，谁不争，我该照顾你，我一定会照顾你。你要跟我争，我就是不会给你。我看过很多公司，我当老总，有一个地方出圈，我先看谁争，谁争谁就没有，不争我自己会想，给谁比较合适，我就给谁。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，只要有一个缺出来，大家都不会去争，但是都会叫别人去争。老兄，你等那么久了，该你了，去。他还说不行不行，怎么不行？你这当仁不让啊。然后他还想有道理啊，出去，最后结果就是啊，死掉了。然后再来再来再来，哎，你美国回来了，你美国回来还背叛了，哎，然后又死一个，死到差不多了，就只有你嘛。然后你说不要不要不要，你就当上去了。会让的人比会争的人高明太多了，但是这个风气是要靠总经理去培养。只要总经理鼓励大家争啊，那你就一定是头破血流。所以只要老总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曾教授，我们公司风气很坏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个坏法？”他说：“你看，大家就喜欢打小报告，那小报告不停的。”我会怎么回答他？我说：“谢谢你，对我很坦白，不打自招，专门就是不打自招。”我说：“这就表示你很喜欢听小报告。”他就愣了一下。只有老总喜欢听小报告，这家公司小报告才会多。你不喜欢听就没有了嘛，就会有。有的老总跟我讲，哎呀，我那家公司真糟糕，那个人啊经常会流动，干部停不了的。其实都不打自招，就通通不打自招。记住，一个是自作自受，一个是不打自招。我们慢慢会把这些连贯起来啊，然后你就得到很整体的概念。员工走，你要去追究他为什么走，同时他要追究不走的人为什么不走，你要两边去斗，你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。我们现在如果只骂走的人忘恩负义或者不讲道义，都是没有用的。他为什么走？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他想走，那这不能解决问题。还问他为什么想走，然后说他嫌我们公司福利不好啊，那再问福利不好在哪里。你就要深入问五个为什么，你答案就出来了。我们一般人都是问两个为什么就不问了。各位，身为老总，你问问题不能只问一个为什么，你连续问五个为什么，你试试看。哎，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如期缴货？为什么不能如期缴货？他说机器坏。机器为什么坏？因为没保养。为什么不保养？因为那个人走了。那个人为什么走？你只要追到底，问题就解决了，因为下次就不会了。我们没有，为什么不能如期缴货啊？机器坏了，那意味着就是机器坏了，那是办法。这个永远不能解决问题。我希望各位了解，机器坏会接二连三的坏。你看很奇怪，一个地方不出车祸而已，一出车祸，接二连三就出车祸，因为它根本原因没有解决，它大概接二连三的出车祸，那跟鬼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专门鬼，一定有鬼，不然每次都在出车祸，那跟鬼什么关系？比如说这个路太斜了，那你经常会出车祸。这个路啊，因为它光线不对，或者安全岛地方不对，你要把那些修改过来，那叫做根本解决，否则的话永远出事。公司里面火灾你就小心了，短期间还会再有一次火灾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，这个一定要小心。
所以一次火灾啊，赶快要彻底调查。如果是电的问题，所有电都要查，全部要查，开关还有线路，查到最后它就不会有第二次。否则这次扑灭了，那边又来了，那边又来了，你拼分辨，养成彻底了解事情，这是一种企业文化，这是一种企业文化。这个规定没有用，就规定有用。只要老总讲一个话，底下人就会一而再再而上去追，追到最根本东西才来回报你，你这个企业化就非常的优良。那我现在请问你，中国人性格到底怎么样？我们中国人个性到底怎么样？三个字就讲完，中国人就这三个字，叫做不一定，他就叫做不一定。你看中国什么事情都不一定，很妙，连不一定他都是不一定的。你不要说一定不一定，哪里一定不一定，这句很重要，不一定不一定马上变一定，一定他又变不一定，这个才厉害。所以我现在很清楚跟各位建议啊，你要做一个中国人，当你听到 yes 的时候，你赶快去想 no。 中国人 yes no 是分不开的。你看我们嘴巴讲好马上会变不好，我们说不好很快又变好，这是外国人最拿我们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外国人讲 yes 后面一定是肯定的， yes 你下面会不会听 I think so， yes 一定 I think so， no I don't think so， 他不会改的，一改文法就错误。中文讲英语 yes， 一看对方那个脸色不对， I don't think so， 这个 yes 不是 I don't think so， 这是我们的思维，我们思维很厉害的。我的外国朋友每次问我 yes I don't think so， 这什么意思？我说这样才不会死啊，中文死比较重要，文法算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讲中国话就没有这些问题了，讲中国话毫无问题。我常举例说，我们一起去听王先生讲课，讲完人家问你这个人讲得怎么样，你说哦他口才好得不得了，看你脸色不对，不过讲了半天不晓得在讲什么我们很快就转过来了，见风转舵，中国最厉害的，他那个口才很差，一看你脸色不对，不过今天讲得非常有条理你看中国人，人家给你东西你一定说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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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才拿来放在旁边，这个没有一个人说我最喜欢这个，外国人就会直接讲我最喜欢这个，你看糟糕不糟糕？你慢慢去体会，中国是阴阳家，我们真正的是阴阳家啊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说可以包括不可以，说不可以包括可以，这样各位才可以了解，你跟外国人讨价还价，外国人告诉你不可能，最后就是不卖给你。中文讨价还价不可能，我这样不够成本，我没有办法，算盘一收卖给你神经病一样我希望各位了解，中国人是靠这个做标准，叫做心中一把看不见的尺，外国人没有这把尺。我相信各位都有，中国人天生有这把看不见的尺，他这里是说不可能，他不是骗你，真的不可能，但这把尺会说不可能，人家上次也是不可能卖给你的，你这次怎么不可能就卖给人家，做人可以这样吗？还卖给你，他是靠这一步，靠这个，这很重要的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中国人好像这个没有原则乱变，其实都不是这样子，我们是有原则的应变，我们绝对没有一个人不没有原则。然后讲外国人都看中国人没有原则，通通看中国人没有原则，中国人绝对有原则，但是他不会坚持，他会应变，这个叫做什么，外圆内方。每一个中文都是外圆，你看外面很好商量，里面呢他很固执，他说这样就是这样，他轻易不会改变。
好像中国人比较不容易改变，美国人是很容易改变，美国人认为你对他马上就接受你的意见，中国人没有，中国人觉得说好好好好，我其实才怪，好要改变一个中国人非常不容易，但是我说不容易就是容易，你们如果说不容易那我也不用讲了。要改变一个中国人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让他自己改变，你千万不要去改变他。各位，你把这个常常用在你的职场上，你会很轻松。我很少去改变我的干部，但是他会改变，他改变人啊，自己改变他很愉快，你叫他改变他全力抗拒，全力抗拒。我们有一套办法，就是让他不知不觉地按照你的方法去改变，而不是摆明的要改变他。我们现在就是摆明的要改变他，那是美国式的，那是美国式的。好，这种情况之下，这几句话很重要。不一定是什么是正常的，你不要把它看成不正常。一定黄是特殊的，当中你一定的时候它是特殊的，不一定说它是正常的，跟你的想法刚好是相反。我们一般人就认为说一定才是正常，不一定是特殊状况，中国人不是，中国人跟你汽车上的雨刷一样的啊，不行不行行，行不行不行行，它在变的，它每天都在变。全世界最会变的是中国人，不是外国人，但是所有外国人都是我们中国人不会变。我在英国很长一段时间，英国朋友都跟我讲，你们中国人太保守，不会变。我听了以后心里很愉快，我说这么会变的人几乎是乱变，还被人家看出来你不会变，你看天大的功夫。中国人很会颠覆他自己，这是我们的特性。你看我们不会一次跟你讲实在话，我们会跟你兜圈。最常见的案例就是这样子，一个美国人常常练习乒乓球，你叫他来打乒乓，他一定告诉你很好，我最近常常练习，因为他怕你看不起他，他告诉你我很 qualified， 我给你打。中国人日夜练习乒乓球，叫他来打乒乓，他第一句话一定讲好久没有打了。一个人日夜练习乒乓球，告诉人家好久没有打的时候，连一点点欺骗的感觉都没有，因为本来就没有欺骗，没什么欺骗，我只是应付而已，有什么欺骗。你看一个现在年轻人很糟糕，他不懂这一套，来打乒乓很好，我最近常常练习，老一上场被人打得落花流水，人家问你，你这样算练习？你是在哪里练习？怎么练习成这样？那个灰头土脸。一个中国人日夜练习乒乓球，来打乒乓，好久没有打了，然后一上场把人家打得落花流水。诶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没有啊，好久没有打了。要不然我告诉你，以前更厉害。搞明白，绝对搞明白。中国人懂会先装不懂，这你不要上当。一个告诉你这个我不懂，他就可能是最懂的人。啊，哎，我懂，我懂。就是因为他心很虚嘛，他生怕你说他看到之后一定说我懂我懂。你一定要注意，中国人他为什么让人看出很奸诈，就是因为他经常会虚者实指，实指虚者，明明要他先装不要，不要他会说要。你看来看房子的人告诉你这房子很好啊，采光也好啊，我保证他不会买，因为就是好嘛，我不买，我再说你不好，那你咒我。所以我既然不买，我就样样好，交通也好，建材也好，设计也好，只不过我不买而已。你这种客人是废物啊，这种客人来干什么？他会挑剔啊，这个不对啊，这样子太刺耳眼了，这样子闲货的人才是买货的人，因为他想买他就有资格跟你挑剔了。我不买我也挑剔什么，我去挑剔什么。所以老外常常看不懂中国人啊，
你看几次在那里谈事情的时候，一个中文猛点头，他就认为这个人很支持他；一个中文一摇头，他就认不知道。我说你错了，中文点头说他又这么一说啊，我根本不赞成。那也可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一要点头就是答应的？奇怪。中国说嗯，这样也不错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那其实他赞成。中国人他有一套功夫让你琢磨不定，所以你一定要深一层去了解，不要看表面。我们现在很遗憾都是看表面，结果害自己，完全害自己。我们有一套方法怎么去了解掌握你的部署。否则我已经讲过了，骗你骗的最厉害就是你自己的人，而外面人根本没有机会跟你见面，他怎么会骗你？你看中国人骗来骗去都是自己人骗的，别人怎么骗你？别人连机会都没有，怎么骗你？可是我告诉你，你真正了解中国人，你会知道中国人是绝对 不说谎的， 不欺骗的，他只是不说实在话而已。这个你一定要花时间把它搞清楚啊。所以每个中国人被骂欺骗他都很气，我是骗人的人吗？我像那种人吗？因为他的出发点只是说我不希望你生气，我讲这段话不是骗你的，我很快会补过来就好啊，这有什么不好？你一说他骗，他就说那你既然说我骗，我本来不是骗的，你说我骗，那就骗了。自作自说。中国人他是变化多端，高深莫测，不要看表面啊，你一定要深一层去了解。像这些书我统统写出来的，深一层了解中国人。中国人是乱中有序，你看我们开车最能代表中国人。你看外国人啊，你要转弯那个车子一定保持距离让你转过去，中国人你一打方向灯啊，那一部车就压得紧紧的，你有本事跟我拐弯，你技术这么差也敢开出来。他都在发这种信息，那两种不同的思维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中国人乱，中国人是乱中有序，你看我们条条有理，只是你要看得出来，看不出来你就觉得很乱。有什么乱啊？老讲没有条理人活五千年嘛，对不对？我光凭五千年我就知道很有道理啊，很有道理，怎么会没有道理？我们交通所有外国人都觉得我们很乱啊！你看我们看红绿灯不看前面，我们看旁边，因为旁边快两秒钟，对不对？一黄灯我不能看过去，一定绿灯吗？外国人一定要看前面，所以老比我们慢两秒钟。这很奇怪，中国人怎么跑那么快？因为外国人只要你车子稍微出来斑马线了，他就拿拐杖打你，他拿雨伞打你。外国人那个斑马线呢，你停车不能超越一点点，你一定要在那个线的外面，只要你超一点点走过去，人有拐杖拐杖就打你车子，没有拐杖拿雨伞打你车子，什么都没有用脚停你车子。他是这样的日子，我们这里你敢，你敢，对不对？你一踢他，他把车子停下来，他就出来抓你。我错，我承认我有错，你凭什么踢我的车啊？他会跟你扯了，扯两个小时都扯不完。中文先承认我错，你就完了。然后你要中文认错啊，最后你一定倒霉。我错，我承认有错，圣人都有错，何况是我？那就开始找你了，你全完了。各位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开检讨会跟西方不一样。西方就说这是你的错，这是他的错，中国人谁都没有错。你看你我们检讨会都这样，谁都没错，制度有问题，制度不改我们永远没办法把所有责任推给制度。大家阿弥陀佛，你要了解。但是后面的问题比较重要，我们现在后面问题不会做啊。我将来会讲，你要这一关过去以后，下一关就把那个错的人找来。明明是你错，刚刚开会我讲制度错是给你面子，你想看看你有没有错，他会跟你讲实在是我错，跟制度没有关系。你说你知道就好，下次再来我就公开说你错。哎，不，拿出来一说谁都没错，谁错？
所以你要知道，中国人表面一套，暗里一套，他有他的作用，不是没有作用。真的里外一致的话，你就完了，你通了吗？障眼法很重要，谢谢。你看，当一个大企业的老板跟一个小企业的老板，他所做的事情几乎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不同。那至于你说层次上，你刚才谈到层次上，一共只有三个，最基层的叫作业，最基层的人叫作业，他谈不上经营，谈不上管理。所以对基层的人讲，应该是 operate 是指基层，就说你基层，你不要管什么管理，你不要管什么经营，你好好跟我把作业搞好就够了。干部才是有管理，干部才有管理，老板不能够参与管理，老板一参与管理，干部通通无能为力。老板是经营，老板是经营。所以一个老板，你要记住，我要找一些干部来替我管理，然后干部呢就要找一些基层来把作业好好做得很实在，我想就这么简单而已。那什么叫做经营？什么叫做经营？经营就是你在同业里面，你要拉出距离来，那个距离一拉出来，你的优势就出来了。你老是跟同业搞在一起，揪成一团，你就没有钱可赚。我反正就这么简单而已。好，很多事情呢，老蒋，我不太喜欢大家一天到晚去记那些理论，然后拼命去追求新的。所有新的理论应该是教授的事情，我们不要上当。教授没有饭吃的，他就弄出理论出来了，啊，大家忙得要死，他心里很搞笑，对不对？我们管他什么理论，我只要把经营搞好就好，我管你什么理论。我是教授，但是我都不太管这些理论的。你看我上课很少跟你讲这个理论那个理论，那个是做研究用的，不是做实际操作用的。你少管那些东西。反正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提出一套理论，这是美国人的习惯。中国人其实不喜欢这样。你看我们从古到今就是一套东西，就可以用嘛。你那么烦干什么？所以我当老板，我知道我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我们这些同行，我怎么样在这里有一些新的花样，让他们怎么追都追不上我，我经营就成功了。那我当干部呢，我当干部就是按照这个老板的方针，老板是一些原则一些方针，我得想办法跟他落实。干部要去落实老板的理想，然后我就好好去带这些员工，让他们很踏实的把我所规划出来的一项一项工作都跟我做好。我想就是这样的。